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悄悄话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桃园的某个山区上发现了甲虫。那这种甲虫很特别，它是一种原翅类的甲虫，它们只会在秋天里出现。那它今天我们发现就是台湾的红原翅锹形虫，噔，红色的背，很可爱。这只呢，它是一个雄虫。因为它的牙齿上会有个凸起来的地方，那我们影片到此结束，悄悄话频道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欢迎来到知识小园区，虫虫小档案，红原翅锹形虫在中低海拔会出现它们的足迹，公虫体型范围大约在29到54 mm， 母虫体型范围28到42 mm。 它们属于日行性的锹形虫，它们较常在地上爬行，不太会飞。幼虫期大约在2年左右，别名国庆虫，因为会在国庆日附近出现。